当然，我觉得这次我们见面不会那么简单啊。嗯，我相信节目组肯定不会像上一季那样，因为上一季可能我们啊，上一季怎么？对，我们来过。上一季其实就是吃吃喝喝、包包饺子。上一次我们对轻松。但我这一季呢，我听说好像节目内容升级了，改撕名牌了啊！大过年的，大过年的。